일은 나도. 那你知道二青去把白兰开除了吗？他今天就要去过陆房上班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在办公室，我亲眼看到的通知。而且你也不想想，他为什么被下放？厂里的人都知道你为了谁打架，那领导能不知道吗？现在还没打起来，要是真打起来出什么事儿，那白兰也吃不了兜着走。别谈了。 哎呀，这都是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，白医生。多练练，紧熟练的可以的。哎呀，搞快。嗯，歇着。哎呀，这有句老话你听过吗？就说这人呐，一旦他走得越高，他就可能摔得越惨。哎呀，白医生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上面不好混嘛。多练练。哟，累住您了，这么歇着，明天都搬不完，抓点紧，快点的。这怎么还不动了呢？这还。 哎，你看着我，他就能搬完了。行动，周天就要决战，是不是激动的睡不着觉？我也是哎，要不然我给你们弹个吉他，压压惊。 难道我要放弃了认输？收！高手之间对决讲究的是心理战，你不要打扰小鹿。明白了。难道收！难道我收！不唱了，不唱了。 这些自恋的男人，难道我是什么东西吗？就是一个奖品，谁赢了就可以拿去。我喜欢英文，喜欢翻译，我自愿去二青局的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今天这件事儿，全因我和毕志刚的个人恩怨而起，为了不连累其他的兄弟，所以我提议，单挑决定胜负。 今天这场架，陆小鹿和毕志刚是事主，既然这是他俩的决定，谁也不能有意见。事情说明一点，他俩单挑的过程中，谁不许插手，谁破了规矩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听见没有？
这是他自找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哥们，我怎么了？明明是我赢了，该管也是你们管，这个我管啊，滚！你要滚我也滚，不然呢？好好养伤啊！这架打的真爽，赶紧滚！滚！小鹿，小鹿，鹿！哎，小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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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不许欺负白鹿！这位女同志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叫我什么？女同志啊，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好像是挺面熟的，你该不会是我的梦中情人吧？